府再送死军士们阵营地者。炸开城池，骚扰百姓，该当何罪？梁父啊，好责责！儿在冀州里应外合，将我妻子残杀。今日狭路相逢，儿是休想活命。不明你派火焰修走看门枪，看见。
一战。如此兵败难消我恨，投奔汉中再做到我里。军师们，兵撤汉中。好好，砰噔藏。这观众说了，怎么你这儿出来了？我没法不这儿出来呀，刚才这武戏多棒啊，我在那儿听看。刚才这武戏多棒啊，我在那儿听看，我上瘾了。不过刚才我这像不像三凤样，是这汪孝农先生，可是一个京剧的改革家，他自己啊自提了一首诗。他这诗写得好，干脆啊我这还给您啊上板唱唱得了。手挽推风大改良，迷音慢调变洋洋，化身千万躺如愿，一处歌台一老汪。您听出来了吗？这就是他改革的心愿。说改良到改良，刚松县图哪家强。各位看官您别乐，这个老生他姓王。王什么呀？对呀，王佩瑜呀。下面就请有请王佩瑜、马世明、黄宗民及诸位艺术家通力合演《献地图》。
光顾了听于老板唱戏了。嘿，哎，怎么样？好，哎，听美了吧？太棒了！这王佩瑜唱的就是好听啊，可不？别看他年轻啊，啊，这是角儿。对呀，没露面啊，就在后台这一嗓子，嗯，嬉皮倒板，那真是余音绕梁。真不愧是小东皇，百听不厌。好，好听，还不错。哎，啊，你这主意太棒了。什么主意？咱俩买不着票啊，不好买。对，嗯，应聘了两个书童，嗯，站在台上，哎，又得听又得看，怎么样？不花钱白听，多好。你呀，别得意啊。我告诉你这底儿吧，怎么意思啊？你能当上这书童是吗？啊，沾了我的光了。怎么沾你的光呢？我推荐的你呀，大人，你知道我说了多少好话才答应啊？嗯，哪的事儿啊？应聘的时候啊，大人头一个看上的我，看上你哪点儿？你看，嗯，五大三粗。能给大人当个保镖，你得了吧你！五大三粗管什么用？就你这模样，不是我说你啊！啊，你找个镜子，你照照，你什么样？你真是那句话，你就是个港督。哎，这是的，你才是港督了。哎，这是的，大人不需要保镖，大人要的是书童。对，书童是什么呀？什么？就是文秘。哦，现在叫文秘，得有文化呀。那得是，大人看上我了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有文化呀。你有文化？我外号马大学问。哎呀，你有文化，别不害臊了，还提你这马大学问了，嗯，不就是个拉黄包车的吗？行了行了，行了，马大学问了，咱别窝里反行不行啊？啊，你要不说我呢？我问你，咱俩干什么来了？听戏来的。还是的，你好好听你的戏呀，啊，哪儿那么些废话啊。行，不说了，啊，行吗？咱们还听戏。哎，对不 对， 对， 对，刚听一句导板啊，啊，没听够，怎么办？咱们啊，还是请于老板接着往下唱吧。哎，有请大人。下官姓张名松，字子乔，在益州牧刘璋帐下为官，只因东川张鲁一枪凌弱，我知刘璋御前外援，令下官回至西川地里图求见曹操。想那曹操为人奸诈，藐视群雄，此番到了许昌，需要见机而行，同儿有令你二人打探道路怎么样了？大人，去许昌的道啊，我打听明白了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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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甭费那劲啊！
打开 GPS 一导航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哎，你说这个我还真没想到。怎么样？对呀、啊，嗯 ，GPS 导航仪。对，咱大人骑马，嗯，咱在那马脑袋上绑上一 GPS。好，对，这玩意儿它灵，它会说话，那叫语音提示。请注意，嗯，前方200米有违章设路。他一提醒儿，咱还违反不了交通法规，还省得挨罚了。对了，真不错，你这主意。呸！怎么捣乱这不是吗？啊，那三国时代哪来的 GPS？ 三国。我忘了这个了，所以大人让你打听道去。你说，旷野荒郊，嗯，找谁打听道去啊？谁也甭找啊！你往这儿瞧，这儿怎么回事？找我呀？找你干嘛？我认识道啊！啊，对，他认识道。你看，上学的时候啊，专门学的就是地理、跑步嘛。你又来了是吧？啊，你真认识道？找翠是吧？啊，这道我打听明白了。那你说说，咱们奔许昌，怎么走？去许昌啊？啊，咱们由这儿啊，奔松江。松江？哎，走松江、浙江、绍兴、金华，过了九龙、香港，到越南的河内，这就出国了。哎，老挝万象。嗯。泰国曼谷，哎呦，缅甸仰光，嗯，孟加拉，印度加尔各答，孟买，新德里，过巴基斯坦，阿富汗，伊朗，伊拉克，叙利亚，黎巴嫩，土耳其，安卡拉，过黑海，到乌克兰莫斯科，嗯，爱沙尼亚，拉脱维亚，立陶宛，波罗的海，到芬兰，瑞典，斯德哥尔摩，挪威，丹麦，德国，柏林，波兰，华沙，捷克，斯洛伐克，匈牙利，布达佩斯，罗马尼亚，保加利亚，索菲亚，希腊，阿尔巴尼亚，南斯拉夫，意大利，瑞士，日内瓦，法国，巴黎，马赛，地中海，直布罗陀，葡萄牙，西班牙，马德里，过英吉利海峡，到伦敦。好嘛，都到伦敦了。英格兰、苏格兰、爱尔兰、冰岛、澳大利亚、西洋到美洲，走加拿大、魁北克、纽芬兰、波士顿、纽约、华盛顿、芝加哥、旧金山、墨西哥、中亚、美利加、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、厄瓜多尔、尼加拉瓜、哥伦比亚、玻利维亚、圭亚那、巴西、米乌拉圭、阿根廷、布宜诺斯艾利斯、智利、圣地亚哥、麦哲伦、澳大利亚。打住！你跑这儿公款旅游来了吧？别嚷嚷啊！借这机会咱玩一趟不合适吗？啊，你想什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把大人兜里的银子全花光了，他饶得了你吗？哦，这么说这行不通，不能绕道，那咱就不出国了。走近道。哎，不出国了。对，咱们由这儿啊奔松江。对，走松江浙江。你怎么老奔松江啊？这不离这近吗？离哪儿近呢？离这儿近呢。离这儿什么地方？这是上海呀。 啊就是啊，就是不行啊，咱在上海唱戏。哦，戏里头咱们待的是成都。哦，剧情里头在成都。对，由成都奔许昌。那好走了。那怎么走呢？咱那先奔河南。走河南。河南孝感信阳，驻马店，一过燕城那就是许昌。好，就这么走。请大人示下。好，头前打压喽。是。
叫刘备说我为尊，臣不盼愿到许昌，急忙进帐报端详，启丞相臣都刘璋派张松前来求见丞相。哦，此老夫赤壁兵败，那刘璋久未进贡，如今老夫军威大振，派张松前。